今天的主日崇拜中，一位美国回来的老东海人，他是当年的宣教士老师刘大卫，刘爸爸。好，我很高兴把这时间交给刘爸爸。早安。2010年5月30号，我又站在这里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在东海教堂讲道。你看，说错了。哪知道3年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回来。那我们在东海前后29年，一定是东海大学历史上最慢毕业的学生了。刘大卫老师难得回台湾。许多他当年陪伴的学生也一起回来分享种种故事与回忆。第一次我在东海教堂聚会的时候，刘妈是那是有母亲节，然后刘妈是讲员，然后所以我的小朋友就问为什么要叫什么爸什么妈的，其他人是怎么来的吗？不知道，直接来问。其实是因为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看起来太年轻，物理系的所有的都会以为他应该是跟。Party， 所以他说这样不行，你应该叫他刘爸爸，你就知道他是结婚的。所以既然他是刘爸爸，我就变成刘妈妈，才敢才30岁。这么多年了，刘爸刘妈，你什么时候才去爷爷？是，对刘爸妈的印象，一开始都是来参加新生的英语营，就在这个地方。然后那时候就在这里，然后就是有 workshop， 然后后来记得有爸爸都会说自己的头发都不用染也不用烫，就是这样子。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就是我那时候在住在女宿，然后离刘爸妈家很近，然后我就从女宿跑出来，就是很着急的跑出来，然后我就一直跑。就跑到他们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要跑到他们家。然后其实这是很不礼貌，因为对外国人来说应该预约。然后反正我那天就是，我就敲门。其实我很害怕，我那时候还有点不敢敲，因为觉得他们应该睡了或者是什么的。可是我就还是敲门了。然后刘妈就先把我接进去，啊，就是其实我用很。就是一边哭，然后一边讲的奇怪的中文，对，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讲什么。但他们就是刘妈就握着我的手，然后最后就是为我做一个祷告。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一直到现在，就是没有想过会有这个经历。然后还有就是，对，因为就是那个经历让我知道，神真的是我们避难所，就是。是，我可以很，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不是这么好，然后所以，对，所以他们让我知道，就是其实是
有一个天赋，是会这样照顾的，对，很真实的让我知道这样的事情。其实当时包括列芒克老师、欧伯罗老师啊、Dr. Rose 啊、罗芳华老师，这那时候在我们年轻的这些学生里面，他们是一方面是一个象征，同时实质上他们带来的就是所谓我们所讲西方文明的这个部分。东海大学是台湾第一所基督教大学。1955年，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与台湾教会人士继承中国大陆13所教会大学的精神，在台中大肚山上创办了东海大学。联董会的方威廉秘书长特别指出，东海大学不应只是大陆任何一所大学的翻版。台湾需要的是一所创新不一样的大学。联董会了，在台湾办东海大学，有他的理想面，就是希望把西方文化里面非常精髓的基督教文明的这个部分，透过高等教育大学教育传播到台湾。东海大学它变成是西方的文明跟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一个 meeting place， 一个相遇的地方。在台湾中部大肚山的翠绿丛中，现在已经为东海大学的校舍构成一幅美丽的画面。劳作制度是东大基本教育方式的一种，凡是东大学生头两年在没有酬劳下都得轮流从事洗碗、清扫、分菜等工作。劳作制度使学生明了劳作的尊严，生产艰难。东海一直是没有工人呢，就是自己来做工。那岳农先生啊，开始去清理厕所啊，他自己去清理厕所。所以因为他清理厕所以后，所以全校的人呢都参与这个劳作的运动。那个时候做董事长的时候，我38岁，我记得。吴德耀校长啊，他就任的时候42岁，我们两个加起来足二了40岁，还算比较年轻的。那东海那个时候，希望每一个年级啊有200个学生，所以全校呢，希望加起来是800个学生。可是800个学生当然不能自立了哈。United Board 那个时候。是尽量的配合，有很多的资金配合。假如没有当时联董会这个美国教会的支持的话，东海不可能作为东海的。东海的待遇很好，设备很好，校舍很有风格，啊，甚至包括路西教堂，可以用找最好的建筑师，找魏明设计，找陈其宽老师来设计，来规划。以及整个校园的 layout， 那都是不但是一流，而且是前瞻性的。东海大学由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进行整体规划，陈其宽和张兆康两位年轻的建筑师负责整个校园的细部设计和新建工程。我觉得东海很了不起的，就是说他在
设立这个学校的时候，他有一个理想，然后他后面的硬体跟课程的设计跟制度的制定，他都紧紧抓住这个理想。我就讲嘛，文理大道真是壮观了、啊。12点下课，啪，哇，大家开始打招呼啊什么，大家一起下来做什么？共同去一个地方信箱，所以大家又在信箱里面挤来挤去啊，挤来挤。他就用一个设，用一个硬体的设计规划来强迫这个学生跟学生之间的一个碰面跟认识的机会。就是我问过陈其宽老师，东海校园最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啊，他说虚空间。啊，他说就像国画留白的一个空间，房子跟房子剩下了一个虚空间。那个空间除了由人以外，还可以由大自然、由植物、由动物他们来一起来分享的。去的事情，譬如说教堂的位置，你看它跟文理大道的关系，它就不是说在文理大道的尽头轴线上，在那边支配的文理大道、啊、这里学校有一个很主要的大家活动的一个轴线，那个最重要的精神核心居然没有放在轴线上，站在一个支配的位置，它把它移开来。所以第一个我觉得规划上它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一种规划的一个原则。对，作为一所基督教大学，路思义教堂是东海的精神象征。贝聿铭和陈其宽不断修正讨论，决定以抛物双曲面呈现教堂的线条。这个曲线和这个墙面呢、啊，它叫做抛物双曲面，是在一个工程数学上面一个所形成的一个曲面，把它截下来变成这四个。整个教堂由四片抛物双曲面构成，这样的结构让教堂展现清灵而庄严的效果。前后两组薄壳之间轻巧地流向天际，将视野延伸到无限的上方。我的老师陈其宽先生呢，他每次带我们来的教堂一定来到这个角落，他特别要带到这里或者那里，他说这边呢才真的能够看到说这个教堂抛物线双曲面的秘密。也就是说当我们进来的时候呢，其实感觉这个曲线呢是往下垂曲的，可是来到这个角落呢，你就可以看到这边的曲面的轮廓，其实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往外鼓出去的，尤其这条线是特别清楚，是往外鼓出去的，跟这边也一样，整个是往外这样鼓出去的一种曲面，这就是所谓的双曲面。所以双曲面才能维持这个结构呢，是永远是挺在那边的，就像蛋壳一样。用格子梁的方式去塑造出一个薄壳的一个墙，在那个时代50多年前还没有电脑，你看他们的，我们在看他图的时候就觉得不得了，那个图画得非常的精密，几度多少角度尺寸全部标示得很清楚，
说画图人很了不起，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盖起来，又没有透过这种 3D 的模拟，他们竟然可以很具体的把所有的细节都画出来。那这个教堂很重要的执行的人物就吴耿仲先生哈、哦，这个营造厂，吴耿仲先生亲自说了哈、哦，因为我邀他到我们课堂上来上课，他跟我讲说，所以他进来呢，他做一个大锅子，沙都要全部炒过，炒到里面的水分完全呢、啊、接近零，啊、哦，然后按照教科书的比例，水飞比来掺，啊水泥多少，沙多少。细石子多少，粗石子多少，哈、哦，很精准的来算出，混凝土的成分。这混凝土每一次灌呢，因为它是天然的，所以这整个的色泽材料大概会有点不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接，这个不规则的细缝，还有颜色的差别，就是这个不同次灌的，哈、哦，这个分界的地方。啊，这边还可以看到一条这个线，那个是。模板夹板接缝的地方啊、哦，那这个东西都很忠实的保留下来，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一个施工的过程的记录啊、哦。这整个瓷砖面哈、哦。完全光滑的呢，你看起来就是整个没有质感，它这个东西就给你整个会加一个质感啊、哦，就是稍微小小一点，就不是完全平滑的光滑的。这里面有很多陈锡宽的讲究。这个瓷砖一到工地呢，这个吴耿仲也很担心，哇，每一个颜色都不一样。我陈锡宽说，不对啊，不能每个颜色都一样。就要这样斑斑驳驳的，然后啊，这种颜色哦，好多，你看有的很浅，有的很深，这就是烧窑窑变，哦，这个窑变呢，就天然的一种啊，这种变化，所以哎，你会看起来这整个是一种很丰富的，一种色泽的一种深深浅浅，哈、哦，哎，整个就是那种活的感觉。大胆采用最新工法，舍弃传统的梁柱结构。工程难度相当高，整栋建筑物的拆模更是一大考验，也是陈其宽津津乐道的故事。每个音架支撑其实都是垂直要抵住地面、哦、那这个是曲面，所以那个、这个支撑一定要非常稳固，所以当初用类似这种木器子、哦、去把每一根支撑下面呢要塞满满的，所以灌完浆以后呢要拆模，第一个混凝土往这边压进来，所以完全是靠这个顶住，所以当初就是要先把这个池子敲开来、哦、木池子一松开表示说模板跟整个混凝土的面稍微就会脱开来了，就不是 完全扎扎实实的，所以那个木池子打掉会变成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它的施工难度太高了。那这个模板呢，它是里面用很多的木头这样撑起来，等到拆模的时候，就是要把模板拆掉，这些工人都觉得这个太不安全了，所以拆模的时候他们不敢拆，陈启官先生自己就站在下面，你们把这个下面垫的这个把它打掉，如果它不行它压下来就一定压到我，所以工人都出去，他就用一针敲敲把它砰一声，哎，好好的，所以是很安全。这么台湾经过这么多次地震，它都是非常好。东海教堂取名路思义。是为了纪念路思义牧师，他献身中国宣教长达44年，也催生了联董会。1963年，教堂完工，举行献堂礼拜。路思义的女儿穆尔夫人和贝聿铭都莅临出席。很少有一栋建筑物是我们叫做叫好又叫座，极美。
真是美。那高低的地方、交错的地方，正好是十字架，所以你觉得那个位置啊，种种它的组合，可能就像一幅画的构图。第二个，它极简，它真是简，每一个存在都是必要的，你拿掉是不行的。虽然是简单的方式，可是却是很难的一个过程，很复杂的过程，很精密的过程，可是出现的结果是很简单的。上帝就是光，这句话在教堂里面是被这个空间呈现出来的。东海大学作为一个基督教大学，除了看得见的教堂是非常被人所认识的之外，在建筑物的背后，人是最重要。有一群宣教士的老师，从世界各地早年来到东海，他们每一个人在学生的心目当中，影响力不亚于一座路思义教堂。他们非常欢迎学生到家里来，而且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的门都没有锁，谁要来就是打开门，我来了，好，进来进来。他们没有问有东西吃没有，可是他们经常出席的时候，就是差不多午餐的时候。小生物系欧保罗老师，社会系练马可老师，音乐系的罗芳华老师，都是协助创立系所的重要推手，也是东海精神的行塑者。这些宣教士的老师是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那时候我就练老师回来教我们东西，那都是在当时来讲，1960年进来的时候，那都是全世界最前沿的东西嘛。最受他影响的人，不是受他们做或是说什么的影响，而是受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为人的影响。我觉得爸爸妈妈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是隐瞒不了的。你说的或许会很快被忘记，你做的也许会久而久不见了，不管是一个教堂或是一个什么的。那是有限制的，那是有实现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人最重要，人的灵魂是永远的。直到今天，音乐系的罗芳华老师还一直陪伴着东海学生。罗老师保留着一封信，这是他48年前决定来到东海，母亲写给他的信。The joy to have you so far away from home without a chance to see you for 2, 3, or even more years. But if that is what you decide, I shall put no stumbling block in your way. 他说他觉得父母不应该，决定孩子做什么。他说当然他不会。很喜欢，假如我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好几年不能看到我。可是他说，假如我这样决定的话，他是会完全支持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台湾在哪里，要赶快去找一个地图，看到底在哪。也不是像现在台湾常常上新闻，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以前我已经看了一本书，那本书里面就会说卫理公会需要什么传教士，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本书，而且那个一个小小的地方说
就是在讲什么地方，他说台中台湾东海大学音乐老师。那我看那个时候我不知道那个是我，可是后来就是我。罗芳华老师之外，当时有另外一位米丽莎米奶奶，除了在音乐系教声乐之外，也在声乐团担任指挥。那个时候我们只有800个学生，他们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 activities 啊，所以他们很多人喜欢唱歌，所以如果喜欢就来 audition。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也非常的不好，所以那个时候学生他们可能一个学期回去回家一次已经是不错。那么台中也没有钱可以去买东西，一个 bus 下去台中大概有的时候两三个小时，对，很有趣，没办法跑，所以你有些事情可以做的话，他们就觉得很高兴。春假我们就 tour tour in Taiwan various places 4-5天，所以我们都在那个 bus together。 我觉得那个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个时间， because 我们都在一起， and I could get to know the students better。你能想象出来吗？我大一进的声乐团 Miss Rose 指挥第一首曲子是什么我都还会背。当时啊我们对着这个啊演唱的这个啊情形啊都很紧张的，因为正式演唱啊，女孩子要穿旗袍啊，穿着男生要穿西装打领带，我们觉得要把最好的音乐啊在哪边来唱呢？第一个演唱的地方就是啊教堂啊。所以你可以猜想得到，这个教堂不仅代表一个建筑的美，也代表一种生活的美啊，让我们生活里面以它为依归。今天晚上是露西参加第一次的全场的音乐会，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刻。今天晚上我们的指挥是 Mrs. Rice，我们都喜欢称她为李奶奶。录制一个唱家，要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首所有东海人都应该知道的世界名曲。到现在，他们还要，他们60多岁，还要，做一个 reunion， 来唱歌，跟就是彼此，have fun。It's wonderful。第一次的 reunion 是2004年，因为毕业30几年，知道时间不多了哈，能在一起也很好，就请 Miss Rice 回来跟我们演唱。你能想象出来吗？因为以前我们演唱都会背的，所以一回来马上唱几首，马上就进入状况了。3天的这个的练完唱，第4天就可以开始演唱了啊。我们也请 Miss Rice 回来啊。当时团员都很感动啊，都秘书啊，我们从法国回来，从美国回来，回来40几个人，对不对？激荡向诸葛亮。
括他自己在内，没有人知道想到39年之后他可以再做这一件特别的事。我们在座有好些当年的圣乐团的学长姐，我相信你们也一定还记得你们在欢送告别 Mrs. Rice 全家回美国的那个时候，可能你大一大二或者大三大四，你不会想到39年之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相逢。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在圣所要赞美你，用所有的乐器来赞美你。特别在这个时候，是在东海的教堂里面，特别为东海大学祷告，求主让东海大学成为一个真正基督教化的大学。求主跟我们同在，带领东海能够发挥他们基督的爱，又把基督教的样式能够活出来。一切都交在主的手里，求主看顾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今天假如说建堂50周年，能够有机会去重新想起这些宣教的老师他们一生的奉献，我觉得真是那样的一个理想的追求，一个永不停止的追求。4年前，这群带着垦荒者的精神迈进东大校门的学子，今天在庄严隆重的毕业典礼中完成这一段重要的旅程。首先由年高德重、热爱中国的老教授麻伦博士带着173名准学士走进礼堂。My heart is very full this morning. Donghai University is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t is only 7 short years since you here in Taiwan and w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cific.Began coope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Christian university. And may God go with you. In 1959, 173名第一届东海毕业生展开人生的新旅程。数十年后，与10万名东海人也在教堂的祝福中勇敢开创生命的未来。每一个基督教的大学都把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做成一个教堂，可是现在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是变成这个地方发出来的声音啊都能够全校都要有影响。现在是 to be seenNot to be heard. To be seen 呢，人家都来拍照，
看见那个漂亮的房子 to be seen， 可是我们没有 to be heard， 我们要发出一个声音出来，这个声音人家能够听得见。